江宜官五合一选举决战进入最后的48点钟，江宜官长候选人翁章良在24号透早时前往中埔，来陪同的乡长候选人李碧云、宜官候选人罗淑阳和陈碧云来展开的车队扫街，进行最后的冲刺。伊嘛来呼吁乡亲集中选票支持国家队的候选人。伫伫咧沿路支持者嘛纷纷来放炮啊、摇旗啊，迎接车队来到场面闹着滚滚。翁章良表示，李碧云是现任农会总干事，发挥行销创意，会使帮助农民提升农产品的能见度。相信若是当选乡长，一定会使为中埔农业啊个员工加分。选前啊，最后两天，那最后冲刺哈、啊，那今仔来到中埔啊，陪咱的李碧云啊，乡长候选人啊，叫罗世阳，叫陈柏霖啊，这位来到咱中埔的乡亲，大家拜托。啊，咱大家知影李碧云啊，现任的总干事啊，做甲真好。啊，所以啊，不管伫农业的部分，包括伊的创意，啊，所以啊，特别啊，即届啊，民进党来提名出来参选咱的啊乡长候选人，拜托大家一定要来冲关票，一票都不能浪费。啊，咱的罗世阳是咱民进党啊立议会的啊中小一人，爱当讲伫我的即、這个啊执政内底啊啊调和顶耐啊真重要，所以咱的罗世阳拜托大家一定要有调，啊，伊会当帮忙翁章良真济。所以拜托大家哈，一定要加油哈！啊，咱的陈柏霖啊，咱的啊议会钟医生，拢爱经过伊操心，所以咱开的每一笔钱啊，拢爱经过伊的手。啊，伊真厉害，啊会当做这个所有医生，啊大家啊交这个反对党大家协调，啊会当让咱的钟医生顺利会当过关。所以陈柏霖会当讲伫议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啊，所以即间我要拜托大家，陈柏霖、啊李碧云、罗世阳、啊翁章良四个人一定爱。全力大家冲刺，过票、邮票，让因拢抓大家啊，拢会当全部当选。翁章良嘛表示，罗世阳是议会民进党团的总召，扮演着调和顶内的最佳协调者。另外，陈柏霖主持中义省审查，交各党派议员协调把关，和每一分钱都会使顺利杀当管政。世新新闻陈奕迅、中波乡彩虹报道。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。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，等下在这说也没弄。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换钱；就政府来讲，他可以减少污染。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海贝变黄金。一起来家，游走在鬼斧神工之上，与自己对话。想待在家，此刻无关胜负，只想享受单纯吃的快乐。享受在家，除了黑与白，还有更多的色彩。我是黑佳佳，邀请你一起来家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安那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